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大师，我们继续前往最终决战之地吧。我先走吧，别辜负了大家的期望。阻止他也行。应该最后一站的吧。哦，天降部队，对对对。准备好了吗？终于要迎来大结局了，我能这么长的时间，哎呦！够不够？成气候的小乌鸦，以为披上了羽翼就能遏制混沌幽鸿，实在天真。心痛，我只剩下唯一之法，这是我的职责，你们不应同我前来。此去，冰诺，我愿随你去任何地方，即使是奔赴死亡。冰诺，心痛姑娘。哈哈哈哈，真是自找死路。孽徒，你竟然醒了，迫不及待地想除掉我，是因为恒娥吗？师父，我和师娘是清白的，你如今心智已逝，我定要阻止你的野心。很好，都来了。摄政王，为何你会变得如此？你曾经是九州万民的英雄，
从未想过有一天要与你为敌。很失望吗？呸！什么九州英雄？那些渔民只会坐等友人为他们除害，待灾厄皆过，便开始对我神力退散不伤之事指指点点，全是一群忘恩负义之人。哼，既然如此，就全部消失吧。我将你最后迷惑和引惑，在扶起混沌之心时，你务必利用机会将他击败。风林村之事，我真的很抱歉。祖母，真是不自量力。大义，我一定要为小弟和谭静报仇。就算我的混沌之力暂被封盟封了三成，对付你们仍绰绰有余。如果再加上无呢？哇，强哎！那我先打人的。我会守护到最后。老五。这个太作弊了吧！我看一下，恢复4500。哇，他血太厚了吧！怎么回事？混沌之息受到了压制，甚至有渐弱的趋势，是火天那小子的缘故吗？请多指教。小心！愚昧之徒，欲诛剑
住！凡人封神，却忘了自己曾经为人，真是可笑。你的野心就到此为止了。不许脏了自己的手，他身上的混沌之息正急速消退。夫君，我来见你和孩子了。架众神之上的三界之尊，混沌为我所有，为我所用。回应我，回应我呀！是你。一定是你动的手脚，最后你还是选择帮助这些低贱又卑劣的凡人。不要帮谁，与你何干？你不是最讨厌这污浊的人界，早就想将它毁去？难道你忘了搜集五色石的目的，忘了天界那些自私的家伙是如何待你？还是你已经不想再复活你的姐姐？你在胡说什么？阿天才不会！可笑，真是可笑！堂堂上神，为了几个凡人，居然自甘堕落！够了，给我消失！我不会死，我不会死的，我将永远。混沌同在，你也一起来吧。阿天！
我们来找霍天吧。哎，有这个光，这个是。姐姐背后说三道四，姐姐，若他们真想杀我，就让他们杀吧。反正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，只要姐姐能拿回所有神力，成为天界最伟大的神灵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阿铁，别胡说，只要我还是族长一天，我就会保护你，不让任何人伤害你。为什么我们能看到？混沌正在吸纳侵蚀霍天的记忆，我们得尽快将他救出。这种不受族人待见的痛苦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。阿天，你要撑住，我们一定会尽快找到你。姐姐，你这么久没来找我，就为了做这些泥渣？怎么又生气了？你看，这些可爱的小泥人和你像不像？哼，丑死了！他们怎么能和我比？姐姐，你只要有我一个人就可以了。阿天，你孤独吗？不，我不孤独，因为有姐姐你在呢。只有姐姐一个人怎么行？等这些小人在地界和众多生灵一样繁衍兴盛，我们再一起下去看看可好？我只要有姐姐就够了。啊，姐姐，你听我说，昨天啊，捡到了一条小蛇。佛土造人，姐姐果然是女娲，他们感情如此深厚，怪不得每次阿天提到姐姐都是那样的神情。姐姐，你这么久没来找我，就为了做这些泥渣？姐姐，你不能再补天了，那些泥人没了便没了，有什么好难过的？你怎么能为了那些地界的泥人将神力倾尽，还拿自己的元魂来炼这些破石头？阿天，我没事，你别担心。怎么会没事？天界那么多人，为什么这件事就得落你头上？总之，你必须好好休息，我不准你再补天了。你们的意思是，只要我成为生去镇压混沌之息，不但可以替姐姐完成心愿，还可以将神力还给她，让她从沉睡中醒来？不错，霍天，女娲族长今日神力会如此衰微，本就与你有关。若你真心为她，就该知道你别无选择。无知性命本就是姐姐所赐，只要姐姐能安好，莫说是成为生灵，就算要我魂飞魄散，我也愿意。只是你们若敢骗我，吾会让整个蛙皇族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原来这就是霍天被封印在不周山的原因。真没想到，
崇高的蛙皇天族竟也如此自私。阿天为了救回姐姐，竟然宁愿让自己生不如死地关在那地方那么久，为什么你们都这么傻？我已经失去了英里，我绝不让阿天再离开我们。嗯，我们一定要找回他。阿天，姐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们骗我，你们骗我，我要杀了你们。行，阿天，你清醒点，你看清楚，是我们呢。姐姐，我好痛苦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战斗任务，用尽全力活下去。他会消耗见证元灵 ，OK。太扯了，他还会补血哦。
你想快传的。合力使用星轮试一次，绝对要将阿天救回来。这样真的打太久了，因为怕中间会有剧情啊。那现在打几分之几而已啊，超少的、欸。给我按键好了。太好，没中，太棒了。血太多了啊！好了，我快转好了。